其他人捡了多少书啊？他们也都捡了呀。他们都捡这么多书吗？对，他们昨天就把书拿到学校去了，但是昨天书还没寄到这里。哇，好香啊！
这是我在多抓鱼上给郎朗买的一箱绘本，这是一个二手书的交易平台。那你如果之前有给这个平台寄过书的话，你第一次在上面买书的话是有优惠券的。我之前是还没有给他寄过书，我准备，下一段时间呢，把我自己的书整理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寄过去的。在这上面的书特别的全，我给朗朗买的绘本基本上上面都有。我买了13本，才花了130多块钱。如果你正价在当当网上买的话，肯定是不止这个价格。我发现书寄过来基本上跟全新的差不多，而且是有塑封的。其实我还是希望它没有塑封，因为还要拆一次就会又产生很多垃圾。所以我觉得，本着省钱和节约资源的这个目的的话，这个平台是非常好的。这本《被讨厌的勇气》是我这两天看的书。这本书其实买了也是很多年了。我现在准备呢，把我书架上现有的书拿出来看一遍，然后我会在本子上做一些标记啊、总结。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了一本书，觉得哎某一段非常好，你如果不做标记的话，你有的时候就是要花很久才能找到，然后写一些感想之类的。下次做读书分享的时候，会有一个思路。还记得上次在读书分享里说过的那段关于感恩、自我肯定的那段话吗？我现在把它整一段抄下来，因为我觉得做感恩啊、自我肯定的练习是对自己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虽然说看起来有点傻，但是我觉得没关系。我打算把它贴在家里的镜子上，每天可以对着镜子念一遍。还记得我在读书分享里说过的家庭清洁计划吗？周一呢，要彻底的清洁厨房。这个是我一个多月来就产生了这么多的塑料啊、易拉罐这些垃圾，然后一起拿去垃圾分类。这个架子上呢，乱七八糟的摆着我的药品。其实它处于这样的状态已经很久了。我找了一个无印良品的盒子，这个其实不是我特意买的。因为我不想，就是因为要去收纳这些药品，然后又去买一个收纳的东西，其实这样呢又增加了家里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找了一下家里现有的这个盒子来收纳它。
首先呢，我就是要确认一下这些药品有没有过期，过期的话我就把它们扔掉了。我发现自己最多的就是感冒药、消炎药，还有助消化的药。这样理一下其实也就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所以你们也可以试着一天专门针对一个地方，比如说你可以整理药，或者你整理你家里的其中一个抽屉，这样的话家里真的会东西越来越少，那你也会知道呢你到底有哪些东西。